10月9日，刘畊宏晒出与妻子的亲密合照，来纪念两人的结婚日。除此之外，刘畊宏还晒出一大段长文称，很幸运19年前遇见你，很幸运11年前你愿意嫁给我，很幸运我们有了三个爱的结晶，谢谢你对我的包容、体谅、支持和鼓励。我不需要再去秀恩爱，只是用说的有点，所以用写地等你看见。结婚纪念日快乐。从文中可以看出，刘畊宏对妻子真的是满满的爱。刘畊宏和妻子的亲密合照，两人都穿着健身服，应该是在健身房里运动照的。刘畊宏身上有着很多的标签，是演员也是歌手，是主持人也是健身教练。在爸爸去哪儿中，更让大家有机会了解到硬汉外表下柔软细腻的情感的他，是好爸爸也是好老公。刘畊宏和妻子王婉菲是圈中有名的模范夫妻，从情侣到婚姻再到为人父母，一起走过了很多个年头，结婚这么多年年还是甜甜蜜蜜的，两人在节目里也是大撒狗粮，让人十分羡慕。两人最好的作品就是自己的三个孩子，真的是复制粘贴啊。然而王婉菲是被医生断定很难生孩子的，因为患有八颗子宫肌瘤，为了生孩子也是受了很多苦，能够怀上三胎也实在是幸运。也许因为这样，刘畊宏要更加的对妻子好，不管在节目中还是微博里，刘畊宏都常常和妻子互动，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努力赚钱，相信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好老公好爸爸，希望你家人永远幸福吧。